的小钢筋啊，你只要把一抽就可以打开了，所以就是 very easy to manage on your neck and keep it warm。
scarf. She's gonna wear like a shawl, and she's tied at the front. 她把它当了一个披肩的穿法，前面打了一个结。这些围巾都适合非常的轻薄的这种轻薄的围巾来打这种方式，非常漂亮。
好吗？这么漂亮的这个，这么聪明的穿法。
的我们在八九的走秀的指导老师静心丽徐杰珍女士。妇女会的朋友哈，都是我们姐妹。掌声鼓励 ，They are beautiful, aren't they? 非常美丽的一支队伍。
outstanding business woman. 来，再一次掌声。他们非常热情的给各位飞吻，谢谢。